境。去星光大殿要怎么去？你问错人呐、啊！哦，喊错了。该颠倒你。这个海很奇怪的，这个海，他给你去的，去超过了，然后还是给你死一。哎，好难搞笑。高高人气球右边，是区域我完全没有打。哦，星光大殿啊，有打过。丢了，原来进来还出不去哟、哦。什么进来出不去？在哪里、啊？完全没有了我的踪影。
上面的怎么下去？跑这里。去那个地方。哪个地方用？中我进去，中我刚刚我才进来。我去那个，哎，那星光大殿，现在我在这里附近而已。这边进的没？哪里是这边进哦？就在我们后面。这边进不到了，不要锁啦！我刚刚进。结果死路啊！在下面是不是？在下面呢。这我们又进山，进我们山洞。你过来这边啊。去了哪里哦？算了，我刚刚看到你了啊！你给我掉了你！你回来刚刚那个时候，不是？我上回来。看到你，结果你一转弯就走掉。加电，这边。What the fuck！ 哎，不理你啊，五秒。你要打我这边？这里是星光大殿。是啊。对呀、啊，这里里面就是星光大殿了。一走进来就星光大殿了，你要打吗？我要打的吗？
1000多年。走啊你！上面有撞，但是难多跳。上应该上不去这边。挑战啊！挑战什么挑战？这里好像有的借啊，去借东西。借不？哎，那女的，不是长老人。啊，你刚刚没有借的呗？没有。借了长老吗？不是打先锋呗。Welcome back。钱多吗？不是按掉他了。哎，有周仓哦。哪位光安的英雄公公事件？三个。打这里的打劫、啊嗯、都可以、啊、这里的打劫打不我都在不知道哎有公共事件了 Guardian I have reports of increased taken activity near your position 这边没有什么人打、啊、You'll like that one去火星打更好。这里门口有个公共事件。Queen's blessing。
进圈出来打，进圈出来打。里面那个黑圈，你知道吗？看到那条手在打里面的黑，在上面那边。外面那里球，你知道？那小球不爆，你的外球、大球那里可以打爆了。你走进去，走出来，走进去，走出来了。枪做打击，没事去附近打，不要在这边打，都可以。都是打撞，啊！我猜对了，不能猜一场。妈，不躲了，不飞过去是不是你？应该有人打啊，最怕没有人打。没有人打就挨挨服了。
Feels good to be back. Level 1. Don't be a stranger. Still in one piece?跟住時候換槍呢度。下一个是在其实很好用，我这把也好用啊！好好。
西在哪里哦？他被电到了，那时候是无限子弹的，这个才好玩。我用了手有控子弹哦，你的负担，你的没有，你看，你看我现在是被电啊，现在是要控子弹，被电的时候是没有控子弹，他就是拿你电的来做子弹呀，是吧？没有哦，我用的时候不能哦，好冷血，我觉得。他是无限一直给你有子弹，但是你的子弹，你总子弹那边扣出来了。还不拿刀啊！哎，咁多波！你等玩出的时候你才用啊！我用到了。不够打啊，两个人我这边。恶化程序。不够打啦。时间过两个。嗯。没有人在打。I'd like you to recover some things for me. Up for a challenge?Watch out! There's another injection rig headed your way. I'm using this gun specifically to kill small guys. Your gun is complete.哎呦，英雄之剑啊！应该没有人会打这个。Don't worry, we'll deal with them as many times as it takes. 上面最上面最上面。Guardian down。打不爆。要开英雄就是要这样打，死是一定的啊，这个。最怕就是伤害不够，然后那个傻屌一直在下面杀 boss， 这样子就废了。
我打爆一个吧。哎，那傻屌会打，只会丢这傻 boss 的啊。下面四，中间四个，啊，中间三个，还没有爆一个。上面最上面爆完一个。打爆了一个。OK， 打爆了一个。应该没有了，三轮了。就剩最下面那个，没有，找不到了。就是、Neutralized. We stop them in their tracks. You make it look easy.还要打吗？机枪。你整个人打着急？这里不是打着急吗？那、啊、这个呢？你是打击。这个是一个星期做一轮的任务。鸡蛋不是教了你吗？锁匙上周上那天做了，到现在还没锁匙拿。是啊，就那个锁匙吧。哦，那个锁匙要打。打完器官才有的拿那个东西，就算你普通这样子打完器官，你也是有那个东西，你也是可以拿到东西啦，看你 luck 不 lucky， boss 会不会掉给你，但是人数最少要六个以上才够打，上次我们五个，明明空空。价值微型冲锋枪，这条某雷一个人打，还是他两个人断线了？没有，可以一个人打了。
有时你一个人配备的时候，配对的时候啊，你配对不到人啊，他就给你禁了。今天我也是这样子禁一个人，也好胆啊，一个人。那任务一下直过哦，妈要换什么枪打？可以慢慢打嘞。不是，他就防防无招，不是挺防无招呀那个。等跟着任务指示去走。出一去啊，没有可能啊。哎呦啊。这边的怪全部都算了，老母难哦，这里的怪44算了，我看价钱，哇44算的话就活高了。给他跑啊！人家解任务了，你以为真的是进来打啊？打任务没？喂。解啊！甩我大爷！虚空武器，弓箭，哎，其实弓箭很好用，弓箭。你要看你的弓箭是什么那个啊效果。有些弓箭一射了，它不死，然后还会爆炸那个箭。我上次就，我现在拿着那把就是这样。你现在拿着那把？我拿着这把。机密灾祸，这把我好像没有。哎有，这把我有。you
因为有些有算有算，所以我才打不了嘛，丢。有算有算，精神打还有 red， 这边没有 red。没啊，这里没有怪哦。有啊，要等它生产出来。还不如去那边那个关那边，肯定有的。Skeleton is pretty tough. We're going to need the Valkyrie, a special javelin that's part of Rasputin's neural network. Using Rasputin's core. Hey. What the hell? Defeating Zol. Oh, 那条手还进鸟去。We need Rasputin's help. Luckily, he's given us access to the Valkyrie, a powerful javelin that's part of his neural network. But even the Valkyrie will need some additional power to stop Zol.哇，那条手嗨，哎，高价敌人要十个哦，高价敌人是黄色的。Fluctuations will result in a critical failure. All personnel are advised to initiate safety protocols. Remember, a safe work environment is a happy work environment. The neural network is going crazy. I'll try to stabilize it. Defend the area. Okay.
Personnel are recommended to evacuate. Critical. It's time to forge a new Valkyrie. Oh, I do. Oh, 还剩四个虚空。 Meltdown initiated. If you can hear this message, you are too close to the core. The Valkyrie is supercharged. Nice work. Now comes the hard part. 我还有一个很难养的。 来打外面这个，拿着那只插不打外面这个。 剩一个位，一个近战。没事哦，近战可以拿到我。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so powerful. Be careful. Wow, I haven't fought this one. Try to hold on a little longer. Anna is bringing the neural net online. Without you, Anna. Thanks for the assist. Thank Rasputin. This was his plan. Huh? 化為塵土啊，講撚凄慘啊！他化為塵土啫，你都唔使化為啊！你有傻仔。哎，沒有一隻好東西。鼠王。哎，鼠王啊！明天再打了，妈，昨天三点多睡，今天睡不醒。真香啊！所以你要下了是吧？回那边了，家。叫我去玩水星。啊，怎么我两个不了的，真可怜。那个脱队了。这样快脱，哎。
911了啊，你这样快？喂咩？妈，我913不会上了，今天完全没有东西高了。要捡到一个高的，可以的，没有东西高。我本来910的，我一直换去低装的，因为好像我打那种怪啊那种，我就用那个紫色装的，那个紫色装是虚空啊啊，对，虚空。虚空点没打痛点的，我是这么觉得。然后普通那些啊，我就穿那种高分的了。我穿高分没有用的，你有火枪来的，你看我拿那些908那种是火枪来的，没有关系的。哎，没有办法，现在要攻分住。所以我看我啊，如果打进那种啊，不能换枪那种啊，我就换直接拿那种高分高 damage 的。啊，昨天我也是拿直接拿高 damage， 拿低 damage 没有用啊，不拿低分的没有用啊。等一下打到高，打到后面的时候，你打不痛，浪费时间了，你打不痛，然后给他跑掉了还是什么，更死了。这个邮局这里啊，嗯。它有分装几多东西没有？不懂我这样子就当然另外一个 bank 啊，不要拿出来。这样我就不懂啦，因为我都没有试过，因为我每次有东西我就。OK， 拿到一把三弓，那个好板分分解，哎，不同的嘞。什么意思？我拿到一样的弓，但是它属性啊，是叫不同属性的嘞。三种属性的吗？有每一把弓。Circumstances change, but the data remains always. 不是我这把弓啊，你这不是900分，然后下面是三个属性的。嗯，我拿到另外一把一样的名字，但是属性不同了，就是火电弓那些，不是火电弓，它下面那三个不同名字。哦，有可能啊，因为你 random 打到嘛，金色武器就很像是口一样的，所以要怎样看它的？这样我就不会了。精密加果不是蜻蜓是什么东西啊？什么玩意儿？你闻到火嘞？你看你的弓箭是一个蜻蜓，然后一个是浅诺弓箭。弓箭啊，你讲。Sadly, the Red Legion's defeat will not bring back our lost archives. 看弓箭是吧？啊，刚才你拿那个会爆炸的，你讲。啊。别搞下。This war is a complicated algorithm, to be certain. 快速瞄准。我第二个是快速瞄准，第三个是什么浅诺弓箭嘛，对吧？我第三个是快速瞄准，第二个是自然弓羽。哦，这样你又和我不同哦。我第二个有一个是蜻蜓啊，什么毛来了？那是有没有得看的哦？他没有写他属性出来，那个，你按 F2 也没有得看的哦 ，Mouse 2也没有得看的、啊，没有。哦，有，Mouse 2有得看，
精准击杀可产生元素伤害。哦。然后另外一个。就精准击杀过后可能会有其他伤害出来哟。然后这个是快速瞄准时拔出速度有多高。拔刀，拔刀功啊！蹲着长增加握时间哦，还要蹲着的。一般都是跳来跳去射的了，还蹲着受害的。复合功。哦，有的升到去大师了，紫色装可以升到去大师，是要用。明白吗？大师只是用微光2500而已嘛，对不对？没有，还可以再升呢。你还没有算是什么大师，你要升到去不懂四还是五啊？他才是真正的大师。旁边就像你要把手枪一样，旁边会发光。现在用2500就直接按掉他了，看他是什么东西了，管他屌。妈的，25,250,000一直满的。但是你要用紫色水晶吗？那个传说碎片。那你有？有啊 ，level 三吗？我 level 二耶。level 二没有了，要一直升上去。46个，哎，不要乱用啊！你40多个吧？我没有分解吗？我全部丢在箱子了。我箱子300多个东西哦。但是碎片我不觉得难拿啦，只要去翻。还好那个碎片，你只要去打就可以了。第三个是什么？我不懂。不想拿降低的东西去试这些东西。等你达到950的时候啊，屌晒黑啦！游戏边度系咁玩噶？唔得，我呢啲又系草住噶嘛，乱。啲游戏边系咁玩噶？妈，像我那个朋友一样。到后面要用的时候，哦，没有哦，丢，放了，我没有，最怕你不放而已啊，丢，就是没有什么玩嘛，冇嘢好讲咯，妈，炸公告的嘢，手和头还。投手一还是909,907,908吧，其他都911,909。我们是907,908，我武器全部907,908而已。那些漫画是906而已，有牌啊。我觉得他这个身就好像勾血矿一样啊，你要六件，比如说你905是不是？你全部穿完905，啊，他才会开始上906。然后你全部穿，你随便有一个部位没有穿到，它就是不得那个分。或许你还有那个，还有你只能靠那个赛季。还有就是，不然你就是一个很高分，比如说你穿那个9950下去，嗯，啊，它旁边就直接拉高了。就好像你那个录取冠军啊，后来我济南才升到两百一啊，好像是。我看他们250,260，妈鬼，就是一间一间换的，妈的。现在就这样子，一间一间上。你又不像李明轩这样那种可以直接去世界买500分穿这些。是吧？全部丢进去，等到400多那时候。低分的就解，高分的就留。啊，不能这样，你要看哪一把是能做，哪一把是不能做，还有这个。是啦，我现在就全部丢进去先了。
现在我全部都解掉手骸了，没有包骸，全部丢进去先。哎，那个机枪又不能讲拿。什么机枪？哦，我丢掉那把，不能做，闪掉，我接不到那个任务，我现在是剩最后一个，那这个什么？有时间没有的啊？没有时间，哎，更新了哦。没有时间就放着了，屌啊！我不强求啊！没有时间的你就放着，你不用管他了。哦，那个机枪有时间，但是啊，已经刷新了，过期了是吧？那个任务刷新。哎，明天才解这个。哎，看一下那个，爱打爱打。我看一下那个刀有什么分别，移动速度和伤害，均衡防御。去找爱打爱打解任务。降低伤害，弹药提供，哎，这样我要弹药，天天没有弹药，那把刀天天没有弹药也怪好。伤害提高降低，均衡防御力，更新，哎，很好，更新了。哎，摧毁无人机拿。打黑色，我还有做什么？我是没有东西要做。你解完它的周长，你就有多一个那个东西哦。什么？模组啊？弹道的技，然后你才可以拿那个东西吗？那个弓箭，那个金色那个。弹道的技有了，我身上又有一个了。拿解完了，你的通那个什么？做了一把弓箭，然后我又有一个弹道的技了。没有去拿了，你的周长解完了啊，两个。Right、所以我又要拿多一个、啊。拿多一个，一个星期做两个。抓来手啊！什么？抓来手啊！啊，那个做。抽东西了吗？你一个星期做两次了。我做了一把了，然后现在我要做哪一把？他做了一把，你未必是拿到那个东西，那个金器，明白吗？他那个任务是给你拿金武器。手炮、自动枪、机枪，哎，有的做机枪吗？屌！不是啊，他不是做，他是给你抽，你明白吗？你打到最后王的时候啊，昨天不是打到那个有可以做的，这最后是做出来的，啊，做出来的是最后做出来的。讲讲，他给你机枪模组吗？他给你机枪模组吗？你跟完他任务做到最后的时候，他会给一把你的，你拿那把机枪自己做啊，对。
没有啊，哪有过我要用机枪过任务，明白吗？对，你忘记了啊，要用那个东西来过了这个整个任务咧，刘塞。这样我拿刀了，我做一把他的刀，看这是什么鬼。然后你做完这个任务，他就是给你那个啊黑色的传说装备，它是奖励，然后那个 boss 掉的东西才是去掉的几率啊，有看你有没有掉啊。那下面它下面不是有一个那个弓箭的咩？蝴蝶之优雅啊，那个就是你的弓那个任务啊，不，弓的武器 ，boss 会有几率掉给你。腰牌了，这浪的。哎，都是 boss 掉啊，这东西。没有微光这么多，全部按完它，不要看了，就过期就过期了。哎，随便飞一个地方，我要用终结技找一找东西，然后我就过了了。随便是哪里？随便啊，哪里都可以。无论地球啊，地球随便啊，哪里都可以。火星也是可以，火星。啊，去火星，去火星。火星，等一下有人打，你可以，我可以退出吗？嗯，